Hello， 大家好，我叫馮希純，英文名 Charlene。咁今日咧就好多謝亞視邀請我出席呢一個食飯嘅晚宴啦。咁因為咧事前因為發生咗一啲事情啦，咁所以我而家嘅身份其實咧就唔係一位亞姐嘅身份出席呢一個活動嘅。咁就係因為亞視知道我同其他佳麗相處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就知道我同佢哋嘅關係好好啦，所以就好多謝佢今日邀請我嚟食呢一餐飯嘅。咁有關於之前星子製作對我的控告那個事情呢，我已經交了給我的律師去處理的了。但是今天呢，我想說的呢就是星子製作有限公司他們呢其實和何子麟小姐呢他們其實對我一直都很照顧很幫忙啦。在這裡我想藉著這個機會呢跟他們說聲多謝他一直對我的照顧和支持和幫忙的。另外也都知道自己呢在處理事情方面呢是有不足的地方，跟他們呢言語上面可能有少許誤會，導致到今次呢的事情發生。我也都想藉著這個機會呢跟他們說聲抱歉，不好意思。另外呢就最希望可以跟星矢有限公司星矢製作和何子麟小姐呢盡快呢可以約到一個時間，可以坐下好好地傾一傾，大家協商一下，看看這個事情怎樣可以和諧啦、和平和盡快地解決，令到我可以盡快回復參加這個比賽，亞洲小姐的比賽啦。但如果假設去到最尾呢，亞洲太平洋國際小姐即是星矢製作公司呢都覺得不能夠讓我繼續的話呢，我都會很尊重他們這個決定。那就我會決定，我就會因為這樣而退選的這樣。但是現在這個時間這個情況底下呢，就要再看一看他們是怎樣，希望盡快可以跟他們談一談協商這樣咯。多謝 Thank you。 現在是還暫時是考慮要不要繼續，我就未做一個決定的，因為如果真的退了選的話呢就是完全退選的了。那現在就是還商討緊，是希望可以盡快達成一個協議啦，跟他們傾一傾協商，看能不能夠去解決這個現在現狀這個問題的。是的 Thank you。